我是观光列车长的112年哦，1227号台北捷运板南线忠孝复兴站哦，编号星15:57，出发车是开往南港展览馆的2174高年级哦，高雄钢管19号有7341型2121编组，211212编组的高年级工人工人19号。四号吗？那我去四号忠孝馆。今天叮，没关闭车门。看南港展览馆的高年线，刚的刚好时间，然后就可以直接搭五名线。看完展览就知道了。211编组，拜拜，再见喽。到下面干嘛？咱们都钓不到就去。往钓，往亚东医院，去亚东医院。咱知道先换换。我看一下几分是15:58，谢谢各位观众，再见，拜拜。